用岩浆能把牛肉烤熟吗？小伙亲自测试，切开后悔了。由于不可能取来真实的，所以就用一些金属代替，买来了一些牛肉，准备了许多的调味品，看来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吃货。肉一边腌制，此时另一边升起火，准备把金属给加热至融化，肉严严实实地包裹在锡纸里面。一切搞定后，金属也加热完毕，成了高温的液态，取出后直接倒在准备好的牛肉上，冒出了大量的白烟，场面非常的刺激，锡纸都给烫烂了。本来还打算尝尝啥味儿，这下可倒好，接触到这些液体就不能吃了，没几分钟就被烤得黑乎乎的，看上去没有一点食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化煤炭。紧接着切开一探究竟，虽然外表黑乎乎的，但里面的肉看上去粉粉嫩嫩，有种八分熟的感觉，还是十分诱人的，闻起来香气扑鼻，不断的让人流口水，可却不能吃，后悔没有多包裹几层锡纸，大家可别尝试。好。